价值观什么的都很一样啊，只不过需要再多培养一些共同爱好就好了嘛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没必要。我觉得有必要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很多的不同。你比如说你喜欢打游戏，但是我不会，那你要是真的想我陪你打，我可以学呀、啊。你喜欢宅在家里？我不需要啊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你喜欢你的，我喜欢我的。但是我们总要一起生活呀。只要你懂我，我懂你的，你懂我的，然后我们偶尔互相陪伴一下就好了。说的太好了，就是两个人相爱，不用那么就是为了对方改变太多，而且不用永远黏在一起。对。但是我们两个除了音乐以外就没有共同爱好了。没有共同爱好吗？我们共同爱好不就是吃饭吗？对啊，除了音乐跟吃饭以外就没有别的了。共同爱好不就是一起呼吸吗？我没法接这话，我没法接这句话，多浪漫。咱俩共同的爱好不就是一起呼吸吗？一起呼吸，他这个浪漫就是很真切的，对吧？有点甜。但我觉得这不重要啊，重要吗？两个人在一起就非要有共同的爱好吗？不是，就是我跟你在一起，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但是我和你在一起了，我可以去跟你做你喜欢的事儿，但是你可以不用逼我喜欢，我知道你喜欢就好了。但是我觉得啊，